你今天第一天上班，我先给你介绍一下这台机器的使用方法。绿色这一颗你按下去，输送带就会往前面跑；按红色这一颗就会暂停。红绿色你要搞清楚哦，然后再把盘子小心的放在箱子里。等一下我再过来哦。两块，啊三块，这工作还蛮简单的嘛。哎呦，啊那越来越紧啊！啊啊啊啊！停停停！啊是啊是啊是啊！啊跑跑停！啊怎么停不下来啦？飞机啊飞机啊！哎呦，一个赔200块，十几个我怎么赔啦？我都还没米嘞哈！哎呦，我都还没米，那你也走啦！这下又要失业了啊！停停停停停！哦，他奶奶的，这么一下出来那么多啊！停停停！哎呀，停不下来啊！哎，这怎么回事的啦？比山上的山猪还难搞定呀！哦哦，停停停停停！啊啊啊！我要破发机哦！赶快按暂停啊！好险好险，还没破！啊啊！全部掉光光了啦！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你不高兴也不要摔盘子啊！